行，万岁，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018年8月5日，难得表达情意的好日子，从清晨醒来就开始想你，迫不及待的在第一时间为你送上最美妙的祝福，祝你幸福，快乐又健康。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幸福天天想念着你，快乐时时思念着你，平安刻刻挂念着你，健康分分惦念着你，相隔遥远，友情不断，万水千山都是思念，阳光是我给你的幸福，月亮是我对你的陪伴，短信带去我真诚的祝福，雨水就是我深深的眷恋，人生如茶，情意如酒，发个信息，情意醇厚，友情长青，陪伴左右，快乐安康，天天开心，为您送上我的祝福，愿我的祝福常伴您的左右。据说清晨收到这份祝福，一定会让你的心情愉快，顺心顺利，并且运气翻倍。希望我的祝福没有迟到，希望我能做你幸运天使，所有好事都带到你身边。亲爱的朋友，祝福你好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